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逛完了江郎山，你可以直接在山下乘坐定点班车前往念巴都古镇。沿途的乡镇公路景色也是很不错的，沿途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进入古镇后，你会看到黄土石墙的房子，一条溪流顺着老街流淌，门口的居民在溪流旁洗菜。深入古镇内部，这里有很多古建筑，都是明清时代的。以往的古镇通常都为单一姓氏聚集地，而这里有142个姓氏，13种语言。藏在古镇里还有一个军统女特工训练班，这里可以看到特工训练时的各种训练室和各种武器、电报机器等。而这里的负责人就是蒋介石最信任、长期从事特工工作、鼎鼎大名的戴笠了。这里就培育出了江一英这样破解了日本计划轰炸珍珠港秘密电报的传奇人物。另外，古镇入口处的那条河流，你也可以沿着它向下走，听着汩汩流水，看着河边的景色，也是极舒服的。旁边还有居民的菜地，村民洗菜在河边，一片祥和。念巴都古镇处在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远离城市，但越是远离人群的风景，越值得去探索。